大头，我是大嘴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头。你说俩男人啊，大晚上约火锅，对啊，为啥不约你们在北郊来吃火锅呢？我回去也方便，是不是还便宜？还便宜，性价比高。为什么这么爱吃火锅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因为女孩爱吃火锅。你就喜欢吃火锅哇、哦？原来是这样，大头。结果总是约不到你。有心机，有心机。一直想约小贝。我给啊，大家可以传达给小贝啊，市长啊，啊，吃火锅的。大头请我吃饭，随便点，这30多个菜才100多，看你咋点。那就咱来个便宜的吧，最便宜的，159套餐怎么样？1套啊，159套餐。别心疼，不心疼，这89的我就不点了。免费的东西就往死了。少拿一点，瓜给拿点，瓜拿一点，瓜，少拿一点。我去，突然有点奇怪，这是吃火锅还是吃瓜呢？西瓜、大蜜瓜，这瓜真凉，太凉了。弄瓜100多块钱，来家说过是实惠。几个人给？这个不错，这个窝窝奶糖，给我拿一个让我试一下。窝窝奶糖，小时候吃不起，哎，就这个，这是佳，这猴子，哎，对对，就是佳奶糖，啊，确实，一股浓郁的咖啡味。还是这个味儿，很棒。这是红锅，太棒了。这锅不错，这锅不错，油多。这能吃不给他回收的机会了，是吧？牛头皮，牛头上的皮，要这么吃。这吃红锅其实就不用蘸料吧？哦，完全不用。先吃原味的。哇，这个味儿，30秒。重庆人只吃红锅，吃鸳鸯锅是邪教，这是重庆人听你告诉你的。你别告诉我不吃火锅，但是我吃过不吃红锅，这是火锅只吃红锅。还有这莲菜，莲菜这东西其实特别容易生，稍微煮一下就好，这东西不敢煮。他要吃这个脆感，是不是这样的？稍微涮一下，当下稍微涮一下，你就可以拿起来吃脆的。是不是？是，甜的还是甜的？这个没的，这是手打丸子。哎呀，你还知道这手打丸子？手打的乌龟子，一看都不是机器的，是不是？这好，你还是会吃。这是我吃到的这些丸子是最好的，什么饮料都有，发现还有这个健力宝，90年代的，最强王者，太牛逼了，健力宝，日常冰火确实挺像，确实挺像，还微微发苦，又能甜，是，简直出现了，眼睛都瞪大了，我靠，快喝一口。你真是我见过最能吃好的东西，这一锅都是你的。没问题，是我在自己请自己吃饭，就是找个说话的。你别说请了，花多少钱？花了100。老板吗？237块钱，吃了一个159套餐，加点饮料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这是个四人，四个人我估计都吃不完，太多了。应该是吃了40餐。哎呀，好。